哟，唐局长可真是好枪法。如果有情况啊，唐局长完全可以当狙击手。你讽刺我？我哪敢呢，开个玩笑。盛廷又来传真了。啊？朱永生逮着了？没有。又让他跑了。警方发现朱永生藏身之处的前一天，有两个身份不明的人把他给绑架了，至今下落不明。这么说，还有人也在找他？那可能是灭口。看起来这个案子越来越复杂了，而且背景好像是越来越大。既然能够跨省市的绑架，那肯定不简单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不良啊，我们要做好打硬仗的思想准备。啊，明白。吴总，哎呀，你可没看见今天一楼安居小区售楼的盛况啊？是呀，柜台都挤塌了。对，太好了，一鸣一定要趁热打铁。我明白。哎，你告诉销售部，给我留一套户型好、朝阳的 A 座啊。好，我马上跟他们说。喂，刘国梁先生吗？啊，你听着。啊，请你立刻到一龙小区22栋102室，有人要见你，快一点，再见。怎么回事啊？坐吧。哎，吴怀生、乔小龙，把手举起来。欢迎有此同时，二军出现在了翼龙公司的电梯控制室。
国良，看看这个装修方案都是我定的。哦，简单了点儿啊。怎么样？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我就是想让你们满意啊。这不太合适吧？哎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太贵重了，我接受不了啊。哎呀，真够事儿。有什么接受不了的？我是你大哥。我知道你是我大哥。是我们有纪律。我知道你们的纪律。哎，厨房小点啊，对我用吧。反正你也不在常在这儿吃饭。他们不开火。你放心啊，房子的房主我写的肯定不是刘警官，是警官太太。哎，大哥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嗯，可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们可接受不了。就是啊，说梅林你真是够事儿的，怀生就想表表心意嘛。我们都知道你们俩是公务员，受不了是吧？没关系，我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啊。说房产啊还是怀生的，你们俩有居住权，在这儿住，爱住多长时间住多长时间。哟，好主意。这个也不行，还是自个家的律师好。你就别啰嗦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还是不能接受。再磨叽你，要不要？真够烦的你。不疼，这边不疼，这边还好。原因不明，现已脱离危险，正在医院治疗。护士长，六号病房的吴总在发脾气，他得调房间。怎么了？谁知道，他又不说。现在病人真难伺候。那我去看看。不行，这个房间我不能住。怀生大哥，这个病房可是我们病区最好的一个房间。是啊，再好我也不住。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再给我换个房间吗？可是其他房间都住满了。跟您说想办法吧，也不给我搬，让我住这房间，我就拒绝治疗。那好，那我再去想想办法啊。哎，梅玲，小龙来了。怀生怎么样？怀生大哥怎么也不愿意住在那个房间。他怎么了？以前顾青不是死在那个房间吗？哦，我正准备给他调个房间呢。哦，好。喂，你好。这么晚了没打搅你吧？睡了吗？嗯，没关系，我刚好校对几张图纸，也没睡。哈，那咱们能随便聊聊吗？
好啊。你看啊，你到我们公司也有些日子了，你应该对我们有些了解，对不对？可以这么说吧。你觉得吴总的个性是什么样的？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。你就凭你的直觉告诉我。我觉得他善良、豁达。那你有没有觉得吴总很敏感呢？比如说，在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下，他能够很在乎自己住的病房以前有没有死过人？我也正想问你这个问题。你也觉得很奇怪？不过好像我们在后面议论自己的老板不太合适吧。哈，是啊，你说的对，我也是随便问问。那你应该早点休息了。好的，我刚好还有几张图纸要校对一下。一定要注意休息，要记住罗马不是一天就建成的。我想早点做出成绩，好报答公司的知遇之恩。我理解。好，注意晚安。林小姐嫌疑最大，就是林小姐怎么可能把电梯弄下来？就是啊，怎么奇怪？那没准，就是这个郝云明真是唯恐天下不乱。哎，这是上班的时候该议论的事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好。哟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又来了。怎么？你们主任又开会去了？哎呀，实在抱歉，我们主任确实又去省里开会了。这么说，我们要看的东西还是看不到？我确实也没办法。这么看来，我们只能回局里申请搜查证了啊。走。进来。乔普荣找我有事。请坐。啊，不了，这样就好。坐。谢谢。你知道现在是谁在负责公司的日常事务吗？当然是你了。好。要把一个企业搞好，有时候全体人员一起努力恐怕都不行啊。但是要搞坏一个企业，有时候一个人就足够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据说你曾经散布吴总遇险是公司内部人所为。我不是指你。那你指谁？林飞。确实这么想过。有证据吗？
我正在调查。调查是要授权的，你知道吗？谁授权给你？我对吴总负责。那也要有正常的程序。如果我仅仅因为你原来是顾青公司的员工，我就怀疑你有作案动机，你欢迎吗？我欢迎调查。那好，你是不是干过电工？是的，十几年前吧。不会因为这十几年你就忘了这门技术吧？乔副总，你真的怀疑我？你看你还是不欢迎调查。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，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不要胡乱怀疑任何一个人。是。去吧。警官同志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也是没办法。主任发过话，我要是不听他的，早就给炒鱿鱼了。那你还追求了干什么？我刚才想了想，总得有人站出来伸张正义吧。豁出去。那么去年的列车调度报表还能不能找到？原始的报表可能销毁了，现在正提倡办公无纸，但有存档的磁盘。磁盘现在在哪里？主任那里可能会有。原来这里的调度员孙宝明手上肯定有。孙宝明，他在哪儿？人家升官了，当主任了，每周一三五才过来。好，谢谢你提供的情况。不用谢。干爹，就这间办公室啊？是的。怎么样？好像很眼熟啊。你好好想一想，一定会想起来的。四年前，想起来了。顾青，顾老板的办公室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他人呢？已经做古人了。哎呀，干爹呀，那你干嘛还选择这个地方啊？多不吉利呀。我喜欢这个地方，孔先生呢也喜欢这个地方。这里一切都是现成的，我们买来就可以用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啊！哎，公司注册的怎么样了？没问题，一切搞定了。您就放心吧，干爹。而且呢，我们孔先生啊，还给公司起了个名字，叫做"重生捷运"。我们小云就是会办事。哎呀，干爹啊，就你夸我。女人嘛，商场如战场，是武器就可以用嘛。开仗仅仅是第一步，可别忘了淮海这个地方池子还是挺深的。我有潜水武器。我全都告诉你吧，顾青、梁山，他们和上面省里边、市里边是双核。我的人去找他的第二天，警察就去了。我们早了一步，还没对他动真家伙，他就全说。这家伙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他在的地方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全告诉你们了，你们只要放了我。给我撞上的话，我非得宰了他不可。下蛋的鸡不能杀。他和省市两级领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我们拽住这个缰绳，淮海这部车就会朝着我们要走的方向走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呐。十年不晚。我累了，我要休息了。干爹，我陪你上楼。好。我再看看。你随便吧。
事故报告出来了，你想看看吗？吴总，我认为这是公司内部人所为，我准备在公司内部进行调查。算了，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。587458714，进7号线，下午2:15发车，到了徐州，听从徐州调度指挥。喂，我不是说了吗？15天之内没有车皮，一些都没有。那么15天以后呢？我用的可是水果呀，帮帮忙吧。那请你们赶快到计划科登记去。哎呦，计划科已经登记到明年了。那我就没有办法了。帮帮忙吧，师傅。喂喂。有事请到计划科登记。我是梁山总经理的秘书。哟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这边。这样，杨总的事我已经办好了，3天之内一定解决。梁总说了，这批货明天一定要发。这不太好办吧？不好办也要办。这样，明天上午10点半，你们在西郊站装货。这一次我回去有些事情要处理，在这个地方有些事情呢，就拜托你们二位了啊。公路问题不大，关键是铁路。用你的话说，我们手里有缰绳。你是可造之材呀！啊，费总，我想这回把灭翼龙公司也列入在计划之中。可以，但是不能误了我的大事。你放心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嗯，好。干爹，一路平安哦。好。慢点，你慢点。好嘞。再见，再见，干爹。老爷子走了，咱也回家吧。走啊，走。吴总你好。啊，是林飞啊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吴先生，还顺利吗？对，很顺。翼龙级魅锐水器上午刚刚通过部里的鉴定，正式批文明天就可以拿到。另外，我们跟首钢也草签了由他们提供铝合金板的协议。真的？哎呀，顺利的连我都不敢相信。部级鉴定电子供货，这可是两项巨大的工程。这么2天你就拿下来了？吴总，你应该给我发一笔大大的奖金。没问题，我答应你的奖金一定给你。哎，什么时候回来？为了表示鼓励，我和小龙一块去机场接你。嗯？哎，等等，小龙就在边上，你要不要说两句？算了吧，反正明天我就到了。那好，那后天见。好，再见。怎么，你要给他发奖金啊？是啊，我说过。这样的女人多花点钱值。哎，他刚才没说要跟我说两句？怎么样，再不下手我可上了。上啊。林小姐，老虎功高，我们哥俩一块儿敬你一杯啊！今天是值得庆贺的，就是。来，林小姐，多喝点啊。
小龙，你知道吗？我很看好杰梅热水器这个项目。虽然它不像房地产矿山那么显赫，但这是一个细水长流的项目。是。它现金回收快，效率高，一旦能打开销路，那我们公司就能又上一个新台阶。吴总说得很对，我觉得衡量一个企业现金流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。对。哎，吴总，你好像答应给我奖金的。啊。我答应过给你奖金吗？哎，你这不能玩赖啊！你答应他的时候我在。哎，连小姐，如果我把这个奖金给你兑换成一个人呢？什么人这么便宜啊？乔小龙。小龙，真事儿啊？林飞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咱们俩一块敬一下吴总，可以吗？谢谢吴总给我的礼物。太好了，我很高兴地看到你们两个一起敬我。来来，谢谢你。哎，你好，郑副市长。我是吴怀生。市委发的推广我们热水器的文件我已经看到了，谢谢您帮忙啊。嗯，要说感谢，翼龙安居小区销售告罄，可见多么受老百姓的欢迎，那政府还要感谢你呢。啊，哎呀，哪里，市长，这都是市政府关怀的结果嘛。哎，郑市长，我还有个小事儿。嗯，说吧。我们的热水器不错啊，明天是星期天，我跟夏贝已经说好了，给您家里安一个。嗯，这个不用啊。好，就这样吧，再见。小心一点，就在那。哎，注意点啊，别磕着东西啊。不要紧啊，慢慢的好了。哎，快点啊，手要麻利点啊。吴总来了。哎哎，请。小丽，拿点饮料出来招呼客人。不用了，阿姨，您别忙活了。您抽烟吧。哎呦，不，我不抽，不抽。您不抽烟？谢谢您，阿姨。哎，来，给我。哎，这是吴总，他们公司今天帮我们家来装热水器。这是我的女儿小丽，刚从美国回来的。你好。您好，郑小姐。你好，谢谢您啊。吴总，您坐呀。不，阿姨。阿姨不客气。阿姨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如果您对他们不满意或者有什么事儿，您就给我打个电话。不会的，好，谢谢了，太谢谢了。好，那我就不打扰您了。那您忙去吧。好嘞。哎，谢谢，好，太感谢了啊。哎，再见啊。哎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哎。他来了。孙宝民，我们是淮海市公安局的，想了解一些情况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孙先生，配合警方查案是每个守法公民应尽的责任。我现在还有事儿，要不你明天到办公室来找我也好。我们再来找你的时候，希望你积极配合。好，我一定配合。那明天见。
哎，梁总，哎，梁总，是我，孙宝明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，他们又来查了，对对，是公安局的，说是要了解去年车皮流量统计，对，哦，明天还要到办公室来找我。我先回去。好的，哎，梁总，你赶快拿主意啊！好，我不怕。啊，好，我知道，能拖就拖，装着没事一样。哎，知道。哎，哎，好，行，再见。小丽还在睡吗？是啊。回来这几天呢、啊、睡得昏天黑地的，倒时差呗。倒时差？倒时差能倒这么长时间、啊、我看他有心事。哦，你不记得回来当天兴高采烈，嗯，第二天就闷闷不乐了。你这个当父亲的倒是蛮细心的啊。妈，小丽，你好像有心事吧？没心事。妈看得出来，你这次回来不开心，是感情上的。说出来，妈给你参谋参谋。小龙，啊，是我，你知道吗？郑丽回来了。和林飞开始交往以后，我觉得郑丽已经淡出了我的生活。可是当得知他突然回国的时候，往事又历历在目。我知道那一份恋情还一直深藏在我的心底。我还以为怎么着呢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既然你因为是忘不了他才回来的，那现在他也没娶，你也没嫁，你们俩好好谈谈不就行了吗？啊，妈，你不知道，他已经有别的女孩子了。哦，是吗？是咱们公司一个女孩，叫林飞，说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。你才回来几天，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事情啊？我一回来就去公司找他了，没见到他，刚好看到那个女孩。我说我找乔小龙，他说你找我男朋友啊，我带你去找他。是我先跟他闹别扭的。我去接一下电话啊。喂，是啊。啊啊哎，他在，他在，是他，是他，乔小龙，接吧。喂，郑丽，不管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，我想我们总应该见一面谈谈，对不对？我真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跟你说，
你说个地方吧。那就今天晚上7点在时光倒流酒吧。你知道那个地方吗？知道。那不见不散。再见。